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医术精湛的功臣竟是他。心脏有一种叫做换瓣膜手术，去国外练习的时候，他们就准备那个猪心，厂商就会提供我们这个人工瓣膜。但是回家以后哈，猪心很好买，但是我没有这个人工瓣膜。大家要不要想看看可以拿什么替代品？保险套，对对对，保险套。健康检查你做对了吗？教你如何做对检查，找出病。不孕症检查有几个概念，我们要看看输卵管通不通。输卵管通不通怎么检查？它要打一个显影剂，然后照 X 光。第二个要测卵巢的功能，这个是抽血可以检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医师好辣就在爱尔达综合台。